家好，我是铃铛。今天呢，我们这个部分就要来大搜包。首先这个水杯啦，对啊，这是喝水的水杯，无误。喝什么水呢？洛神花茶。还有那个就是有消脂的那个功效，然后可以有美白的功效，补充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这个呢，还是我最近每天都在练习自己煮饭，然后平时现在也常常在煲汤煮排骨汤。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早上起床，比如说今天9点要工作，所以我就会7点半的时候就会起床，刷牙洗脸完之后，我就会把我的汤先热完之后，把它灌到这个保温瓶里面，然后我就会自己再准备一些海带芽，然后要喝的时候把海带芽倒进去，然后把它焖的差不多3-4分钟，把海带芽整个都膨胀起来之后就可以吃了。苹果今天的量没吃完，今天其实这两颗小小的，就大家如果对啊，至少吃一个，就苹果还是至少要吃一个。那我觉得吃苹果其实是非常好的，每天可以吃一个苹果。那我还有会带我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 非常重要。室内有时候会很冷，然后室外有时候会它就会比较，户外有时候也比较热，然后有时候会有湿热，所以我就会随时感觉就是有快要感冒啊，然后会有鼻涕鼻塞的时候，我就会一定会来泡一下那个维他命 C 来喝。然后呢，那这一款油其实我自己平时如果早上起来或者我洗完澡的时候我都会用，觉得它非常滋润。如果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就是身上一定会很干燥，所以我就是感觉一干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当那个润肤露在擦，而且它的味道很好闻，就香香的味道。还有就是墨镜啊，我的眼镜，框眼镜是用来干嘛呢？其实有摆造型而已啦，其实它还是认得出来我是谁，就有出门的时候的一些小武装的一些小武器。这个也会常常带，前一阵子就是有应该算是2年前了，我的尾椎骨有受伤，还有我前阵子把脚也有扭伤。那这个呢，其实它很好的有，就我酸痛的时候把它挤出来放在手心之后把它搓热之后，我会放在我的那个尾腰上面，然后把它搓，然后它过一会儿就会开始有点热热的感觉，所以可以能够缓解我身体酸痛的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好，那我的包里几乎都是营养品，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推荐。那这个是我的代餐，有时候吃饭都会很赶，那我都会喝它。这个非常好用，非常简单，这样一包把它放在那个半瓶的水里面，然后把它 shake 喝完之后，然后把它灌进去。这个呢要谢谢虫虫哥，对，虫虫哥来推荐我吃的，然后他其实有每一次他都会问我说你吃完没有，他会送到我家，谢谢虫虫哥。还有这就是我的胶原蛋白粉，每次出门的时候我的同事他说你的包里为什么有这么重，就是背起来这么重，我说因为我把所有的家当都拿出来了。以上呢就是我平时随时就每天只要出门我都一定会放在我包包里的东西。对。